忙到现在才吃宵夜，三颗茶叶蛋，但是吃两粒就好了。哦，糖心什么鸟？很久没有吃了，这个比较偏甜的，啊，但是不过吃，因为我今仔无啥食饭。哦，来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他家出的这真正非常之好吃。啊，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吃啊，所以白同学就是吃这个。下第一口下去，哦，喜欢我巴肚完了以后呢，以前拢食无正经的物件，等一下他要直播了，人家剪播那个短评，出去喝蛋吧。哦，我讲内行人叫做破鞋啦，破鞋上蛋，剥蛋壳，这种东西直接摸它就直接蛋壳剥离了，它蘸你啊，好哎，好，就卡过啦。还要吃慢点，哦，我在拍这片哦，甲食物件直播拢食足紧的，啊，偶尔试一下蛋黄还好，就简易的分享今天的啊晚餐，等于是宵夜，今日宵夜啊，感谢大家同学收看，谢谢。